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哈。我给大家看啊，这个东北的市场，都有卖什么东西的？咱们直奔主题，现在出发，看一看。咱们看看这个市场上啊，都有卖什么东西的。先从这个左面开始看起。这块是烤地瓜、瓜子儿、爆米花，这是卖干货的。现在这个季节呀、这块的人呢都已经穿棉袄了，才十月份呢。这块卖干蘑菇的，这个蘑菇就是当地纯野生的蘑菇。再往前走，这是卖松子儿的。松子儿啊，看看，这是灵芝草药的，这是鲜蘑菇，鲜蘑菇应该是粘团子。这还有卖鞋的，这是卖核桃鱼的。这个鱼啊叫细鳞鱼，对，细鳞鱼，这个鱼老好了。我这在这儿买了有两斤，这一袋是两斤的细鳞鱼，一共是花了120元。看看，回去煎着吃去。这个老好了哈，它这皮有点掉了，它咋回事呢？师傅，这个皮摘挂摘的啊，摘挂子摘的啊啊，这个叫华子鱼哈，这叫华子，它实际它的全名叫华子鱼。这要是在苏联，在那个苏联叫海蛎丝啊，叫卡蒂斯，海蛎丝叫海蛎丝，那俄罗斯人家生吃那鱼就是这个吧？对对对。海蛎丝，苏联的啊，咱们叫华子。这个是70一斤哈。对。这是卖鱼的，再往前走。这是鲫鱼、鲶鱼，卖海鲜的。这面就到头了，咱们再从这面啊再转回来。这块还有一个大超市，叫家又多购物广场。继续往前走，这块有个锅叫南泥烤炉。当天开启会员卡3倍积分，家乐多购物广场会回馈新浪。啊，这面是卖水果的，看这水果都卖啥的，有卖梨的、山楂。葡萄、柿子、茼蒿、大葱，再往前走走看看。大枣，这样啊。柿子，看这柿子想起来了，太行山那个大峡谷那个柿子就比这个柿子香，老甜了。非常小，辣椒，还有蒜。19元军大衣，前两天我买的一个花了60块钱，19。这块卖烤鸭的，卖月饼，
猪肉的。现在是中午啊，都回家吃饭去了。这是卖木耳的，这块卖山货的多。松塔、臭李子，这个臭李子挺好，臭李子必须得冻了才能吃，才好吃。啊？对呀，这是霜打下才好吃，是不是？臭李子多少钱呢？这20，哦，12。臭李子，臭李子卖12。卖衣服的，再往前走，前面好像是有卖野生蓝莓的。这块就是野生蓝莓，野生的核桃。松子儿，这个季节啊，全是卖松子儿的季节。再往这边走啊，就已经离开这个市场了。再回过来看一下，各位看看我们当地哈，这是县城里的市场。这个虽然说现在10月份呢，穿的都是军大衣，都非常冷了。我们这边特产呢，就是木耳、蘑菇，还有蓝莓，还有松子儿，就是这些东西。